本署于11月12日下午13时14分许获报，在宜兰县南澳乡台九丁线30.7公里处北上发生一车与普通重型机车的交通事故。那经了解，啊，系一名无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运营车，由南澳行驶台九线苏澳港往乌塔方向行驶。那行经至这个肇事地点路口左转时，与一名林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。 执行发生擦撞，事故造成林姓男子骑士日前因为伤重不治，那双方主车子均为零，详细肇事原因待警方厘清当中。那本分局将持续加强大型车辆违规取缔的工作，以维护用路人行车安全。